继续来看这个南投县有一个真出名的梦游森林，在地人拢叫伊是草老妈，也则是草老妈，更是真迷人，予人看到拢袂记得忧愁甲烦恼。但是即卖马上袂过欠水之苦，这个水潭底拢无水，拢发臭，敢若看到大树甲黄土，游客拢讲看到颠倒是真忧愁。有云，搁大雾，有虫拖和鸟的叫声。海拔2000公尺的秘境，梦游森林充满美丽和忧愁，是南投有名的观光景点。不过即马变作安尼，真的都是干掉了。原本的湿地拢发臭啊，森林生伫草啊顶，树仔的水位表线全部看现现，现场一滴水都无，是15年以来头一摆。以前有倒影啦，然后现在空气好像也没以前那么好。有水的漂亮哦、喔，它有倒影。无水阁无好，梦游森林大家变草坡。和过去相比，真侪树枝都伫水中，森林伫水中，阁有浪漫的水中倒影，真迷人。想要爬去树仔顶翕相，真无简单。不过即马拢打起，真侪游客拍拍啊，爬去树仔顶翕相做纪念。因为里面很特殊。今天没有水，也没有水的漂亮。空旷阁影响到仁爱乡的铁皮轮结构，水位下降，岩石拢会使看现现，就会卡看是够水的爱心石。那本来这个石头都没有看到呢，那现在降很多。在地文书工作者阁伫附近的树林啊，发现像水鸡石头，直直头的卡水鸡目睭，看起来那真的意外的一个风景，其实也告诫我们。台湾真的是面临一个百年的大旱，连这么深山的峡谷的水流水位都下降。无论是爱心石、水鸡岩，又是搭起的梦游森林，即卖因为欠水出现的场景，嘛咧提醒大家爱珍惜水资源。